Writing's not that easy, but Grammarly can help. This sentence is grammatically correct, but it's wordy. 哈喽，大家早上好，我是烘焙的陈小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每天的马古堆推荐看板技巧的节目。昨天呢上午就没有做，昨天上午去办事，没有空，下午做的。晚上呢昨天也比较忙，也是没有做那个收盘解析，但是录制了一个收盘的解析简短版的，上传到 YouTube 上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今天早晨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正常的每天早盘的还有晚盘的这个直播。如果说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频道的话，请点一下 follow， 因为我们这边的讲解呢通常会让你更早的知道一些东西，是吧？一会儿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去看一下关于手套，上周我们是怎么来判断这个手套股的，以及用什么方法来判断手套股本周要调整的。所以如果说你是正在做手套股的，还想现在要买入手套股的，可能听完这个视频再做交易也不晚，是不是？如果你身边有朋友要做手套股，想要去抄底的，是吧？现在可能不太适合。到底如何踩对节奏呢？今天还有昨天的手套下跌到底是洗盘还是出货，我们应该如何去辨别？那洗盘会洗到什么程度，下跌多少天，然后呢下跌又到什么程度，我们应该怎样去提早知道，这是我们今天讲课的一些亮点。如果说你是一直跟着听的话，请帮忙去 share 给你的这些好亲朋好友啊，去 share 到其他的群组、股票小组、 Telegram、 WhatsApp、 微信啊等等，让更多人能够学习到真正的实盘操作技巧啊。只学理论和只讲故事是没有用的，我们更需要更加实际的、更加实战的交易技巧。我这个频道呢重点在于实盘操作、实战交易啊，跟赚钱直接相关。所以如果说你是一直在听的话，应该有感觉到。所以如果说你身边有想要真正学实盘操作的、实盘交易的，真正想学习怎么在股票赚钱的，一定要来我们的频道，好吧？我也是要去转发一些频道咯，转发一些小组，然后大家也帮忙去转发一下吧，成为我们的分享者就可以优先整股了。昨天因为时间关系的话就没有时间整股，今天呢可能会抽一点时间给大家整股，好吧？我们一会儿见。可现在让我感觉像烂剧里的主演，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边，是不是老天没能看到对你的疯癫，还想着创造我的宇宙，但现在已经被我清空，你让我整个人都冰冻，还怎么再次为你心动，为革命就是你的意愿，离开我开始新的起点，可能我还会对你贪恋，谁让你曾经为我疯癫，抱歉不应该假装看不见，回想这几年我们的爱犹如病变，现在在上演崩溃的情节，直到你选择不告别，起码现在你留下的小熊还能陪着我入眠，如果不想为你疯癫，难道挺幸福的画面，所以不会后悔遇见，虽然爱情还是病变，想可能是怕我难过所以忘了说再见，可怕的病变要康复需要时间，只是现在这房间还是有太多我们快乐的照片，有天我睡醒看到我的身边没有你，在我的右边是你曾经喜欢的玩具，可当我站起身来在房间里寻找你，留下的只有带着你遇到的一封信，留在昨夜还一起看我们的照片，可现在让我感觉像烂剧里的主演，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边，是不是老天没能看到对你的疯癫，我不能够停止啊，这些年我对你的疯癫，还会戴上那条围巾吗，在每一个寒风刺骨的冬天，还有每次送你到回家的路上，不经意间又触碰你的手，我穿裙子戴眼镜望着你，那些让你心动的瞬间，那条十字路口始终有你身上的气味，车水马龙过后的路灯下的身影，又会是谁，他说我真的喜欢你，但是每次语言又闭嘴，
醉，那是荒唐的男孩又哼着了几岁。有天我睡醒看到我的身边没有你，在我的右边是你曾经喜欢的玩具。可当我站起身来在房间里寻找你，留下的只有带着你味道的一封信。就算可以还一起看我们的照片，可现在让我感觉像两句你的祝愿。为什么这种事情没发生在我身边？是不是老天没能看到对你的疯癫？Hello， 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呢，我们又在这个马股投资 Day Trading 看盘技巧的这个节目当中见面了。昨天呢就下午做的，今天昨天晚上也没有做，最近比较忙，有点忙。如果说今天之后呢应该好一点。如果说您是第一次来到我们频道的话，你点一下 follow， 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是一直在跟着听的话，请帮忙点赞转发给你的亲朋好友。今天会讲到手套股的专题，手套股的下跌到底是洗盘还是出货，以及怎么能够提早知道是下跌怎么提早知道它要下跌了，是吧？另外为什么一定要去 subscribe 我们这个频道呢？因为我们是第一不讲故事，第二吹水，第三只讲技巧和战法，只讲跟股票赚钱有关的东西。另外呢，就是这个频道呢是做实盘讲解的，实盘培训的，
啊，这也是你一定要 subscribe 我们这个频道的原因。另外呢，我们来看一段视频。那么这一段视频呢，是上周六讲的。听完了之后呢，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跟我们学了。因为我们总是提早能知道一些事情，其他人不知道的事情，是吧？这是上礼拜六我讲的那个踩对节奏，赚钱其实可以很简单，这个视频。其中有一段呢是非常精彩的，预测本周首套股的这么一段，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大概就是这一段了。我们好好听啊，认真听，好好听。现在洗盘洗得有点狠，或者说目前呢，这个市场有点弱，波动有点大。但是当你踩对了这个节奏之后，你比如说像这个 Ucrest 是吧？然后三连阴之后，很多人就被洗掉了。洗掉之后它就暴起是吧？然后三连阴之后又被洗掉，洗掉之后又暴起。所以说我们对于三天以内的这个下跌是不用恐惧的，那一两天的下跌根本就改变不了一个方向，它就是庄家洗盘的动作。但是这个位置呢，它就是三连阴之后它就跌的比较多是吧，然后这种中间的位置呢都属于洗盘。那如果说你中间被洗掉了，那后面的上涨跟你没有关系了。以及啊，这个手套你看刚才我们看了是吧，最后这三天的三连阴很多人可能就割肉了。为什么呢？因为已经那个时候有很大的利空消息是吧，美国对于这个马来西亚手套进行一个这个拒收或者说扣押在海关，对不对？指控马来西亚这边滥用这个童工是吧，又是劳工的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产生之后出现了连续三天的下跌，第四天只要一止跌，这叫洗盘，对吧？如果说你不太清楚的话，最终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卖掉它，卖掉以后怎么样，就直接就起来了。然后这边三天洗盘之后怎么样，又卖掉它，卖掉之后又直接就起来了。就说第四天它必须要止跌，收一个有效的阳线才可以。如何能同时把握好牛熊的节奏、浪形的节奏以及波动的节奏，一会儿我们还会去讲这些问题。 Ucrest 好，就是这一段是关于手套的啊，前面这一段像这可以还是属于一个洗盘。那么从这边开始钱又回去了。然后刚才我那个讲了一个就是三天洗盘的事情，如果说下跌三天第四天止跌的话通常叫洗盘，如果下跌三天第四天下跌呢就叫出货。我们再看一个手套股，大家最关心的一个手套股，我们来看它的节奏。这个上礼拜六就讲它的节奏也很少有出现连续四个阴线啊，你可以去看一下整个上涨过程当中它有没有出现过呢，也很少是吧，基本上是这边是一个洗盘的动作。然后之后呢我们再看啊，再往上看，这是三连阴之后的洗盘，两连阴之后的洗盘。那么从这边开始注意啊，从这边开始已经不正常了，看到了没有，这是四连阴了，第五个也没起。然后之后你看这一波上涨是一定要出的，尤其是不创新高的时候是吧，这又是个四连阴。所以说你发现它在整个上涨的牛市当中很少给你出现第四个阴线是不是。然后之后呢就这样下去了，下去之后我们再看这个牛市的结构。牛市的结构呢，它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可以看到它也是以三为标准是吧，三连阳啊，三连阳就会洗一下盘，看到吗？多数第四天会调整，第四天会调整，第四天会调整，第四天会调整。然后之后呢，这边呢是一下几连阳呢，它还是属于一个洗盘，两连阳之后会弹一下是吧？然后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不是了呢？基本到了这一边就已经不是了，这一边它第四个它也是个阴线，基本上后边你看看，你看后面的走势，看到了吗？它就演化成一个下跌的走势。在整个下跌走势当中，它什么时候演化成反转呢？也就是说三连阳之后啊，三连阳之后第四天都是见高点，这是目前的一个节奏密码。两连阳啊，这是两连阳，像这种呢也可以认为是三连阳，因为它第三天创新高了，第四天也见了高点。二或三
你看它就不足以构成一个牛市的结构，直到有一天你发现它在这边有出现过三连阳，是不是？出现三连阳之后，它下跌没有创新低，也是三天的密码，是吧？三天的阴线，三连阴，第四天只要一起的话，说明它是洗盘，是不是？完之后呢，你就进场，进完场之后呢，这两天就开始起了。所以说，关于这个手套的话，它又出现了三连阳，所以下礼拜一要注意，容易见高点。这就是我们需要注意短线的密码，是吧？如果这些你没有注意的话，好了，这就是我上这个礼拜六讲的，其中有一句话说了什么呢？下礼拜一容易见高点，就是本周一，对吧？如果说你听了呢，你的手套可能就已经出来了；你没听的呢，你可能还在想着手套能不能再起啊，还是收着要看一看啊，对吧？所以我不知道多少有听到这一段的。所以说你听视频的话，以及听我们的课程，也许就这么听这么一点，不要求你所有都听会，就这一段一个结论性的东西，是吧？你能听懂了，你知道本个礼拜一应该是要卖出手套股票的，是不是？我如期的卖出了我的手套股，是吧？很多人呢还在追呢，那你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对吧？该买的时候没买，该卖的时候没卖，不该买的时候买了，不该卖的时候卖了，这就是股市四大错误。在对的时间做错的交易，在错的时间做错的交易，在错的时间做这个错的交易肯定是亏大的嘛，是不是？所以说有必要，大家一定要去 subscribe 我们这频道，有课程必须要听，是吧？哪怕你就听了那么一个点也就值了，是不是？我要求你所有都能听懂，对不对？并且我们尽量把它简单化。那么像这些节奏的密码，像这些东西你在书上是找不到的，这不可能的，这是在实战当中总结出来的，对不对？所以说你像这种方法还有很多很多很多，这只是一个小点罢了，是吧？我们掌握的这种实战的操作技巧有很多很多，实战操作技巧是在书上以及理论是解决不了的问题，这些往往才是有价值的，对吧？那你成为我们的会员之后，这些东西将逐渐逐渐的教给大家，让我们真正能成为一个实战的高手，对不对？所以说赶紧去没有点 follow 的点一下 follow， 点完 follow 以后呢去分享一下，让更多人能够怎么样呢，能够学到真正的这种实战操盘技巧，真正的学到这个股市里面的精髓。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只能是跟着大众媒体，跟着其他人的这种call buy call sell 也好，是吧？你去做交易会死得很惨，知道吧？到现在还有人问老师，这手套是不是要倾盆大雨了呀，是吧？我都已经卖完了，你还倾盆大雨呢，对不对？以及听完上个礼拜我的讲解之后，你是卖出了还是没卖？你没卖，那这不是我的问题，对吧？你卖出了，只有听话的孩子才能有糖吃，是吧？这是很多会员最近给我的，听话才能够赚到股市的钱，不听话是吧？机会给你了，对不对？有人不认为他是这个机会，或者还要验证验证，那你验证吧，接着验证。你验证完了之后能得到什么呢？是吧？如果说你听不到我上个礼拜六课程的，请帮忙回复一下啊，回复一下二，听了的。听了的，然后听了的，然后而且还正确的做了正确的交易的，回复一下二，是吧？你没有这些东西，你都今天都跌两天了，你才反应过来，你那个之前的利润都没有了吧？之前利润都跌完了吧？你比如713跌两天了，那你在这边买的还赚钱吗？对吧？就不赚钱了吧？比如说我买的低，买的低是不是赚少了呀？对不对？不是这么一些问题吗？所以说这才是真正实战的技巧，你没有这些实战技巧，你天天看三连阴就卖出，三连阳什么呀就买入，能赚钱吗？对吧？现在恰巧要反过来用，所以说方法是方法，方法是一定的，看你怎么用，你要反过来用，三连阴就买入，三连阳就卖出，所以很多人是不理解的。兵法就是兵法，兵法用的行不行看你怎么用，是不是？谁跟你说兵法一定要正着用啊？
谁跟你说一定要按照兵法的那个套路出牌啊？我不能打乱一下顺序吗？对不对？所以在战场上，你也学兵法，他也学兵法，你也学蜡烛，他也学蜡烛，你也知道三连兵，他也知道三连营，那凭什么你赚钱啊？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呢，这很多人是那个处理不了的，一到实战就出问题，就是实操叫实战操作就出问题。学理论纸上谈兵，谈的哪叫一个好，知道吗？真正实战操盘的时候就一塌糊涂。所以这是什么问题呢？就是理论到实践的一个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说你必须要有理论指导，还有实践的，还有实战的实践，才可以不断的去那个实践啊，用理论去实践，实践去那个反馈这个理论，是吧？或者说再去改造这个理论，是不是？然后如果说你就算你不知道这些东西，你有了红利软件，你有了红利软件也行啊。上周明显的我们跟大家说了，你按照这个60分钟图或者更短的周期你去操作，你就算你不懂什么三连阳三连阴，什么也不懂，你在这变青色总能卖出吧？这个清测是19号的10点，就是昨天的10点就出来了，对吧？19号的10点就出来了，你没有看到吗？你看到之后你无动于衷吗？对吧？所以很多人是麻木的，是滞后的，是反应慢的，对吧？之所以反应慢，是已经怎么样？一个是对赚钱没有什么热情，一个是已经输怕了，已经输得麻木了，没有办法了，对吧？这两种人在股市里边最容易输钱。我们必须要敏感，必须要有热情，对赚钱有热忱，对什么呀，这个头顶要什么呀，要敏感，是不是？说了你做了没有，你按照做了没有，你如果按照做能投不了顶吗？是不是？然后以及这个三连阳以及这个节奏的问题，在拜六之前就跟大家已经透露了，你是不是当回事了？你是不是按照去做了？还是说当耳边风，是吧？左耳朵出右耳朵进啊，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是吧？出现这种情况我就不得而知。所以说方法给你了，你用不用你的事儿，用怎么样你的事儿，是吧？赚钱你的事儿，不要把赚钱看成是别人的事情，赚钱是你自己的事情，是吧？有时候呢就会发现那些有些人吧，还大多数人吧，是吧？你给他找各种方法，给他各种好的这个方法啊，好的这个那个助力啊，让他成功，他给你找一万个借口。哎，我没有电脑，因为我没有时间，然后你看我怕学不会。我们都不是小孩了，我们是成年人，注意一点啊，我们是成年人。成功的人永远在找方法，失败的人永远在找借口，对吧？从你想成功想赚钱，从找成功赚钱的方法开始，而不是找一堆借口。我没有电脑，我没有软件，我没有时间，你看我刚进股市，你看我刚学啥也不会。你正因为啥也不会你才要学吗？你啥都会了你还需要学吗？对不对？所以说我有时候就特别怎么说气愤，是吧？你给他找一万个成功的理由，他给你找一万个失败的借口，知道吗？或者你给他找10个成功的理由，他给你找1000个失败的借口，啊，会找1000个自己没有这没有那什么也没有。你如果老是这种心态，你永远一辈子什么都没有，知道吧？你要想办法去变得什么都有，去找办法，找方法，方法人想来的，是不是？好了，这是关于这个手套。所以说，为什么一定要跟我们学？为什么一定要去执行？一定要懂技术分析？不懂技术分析真的很惨，现在知道吗？高点逃不了，低点买不到，不敢买不敢卖，是吧？好，我们来看周边市场。关于周边市场呢，我们有两天没有看了，我们先看一下美股吧。最近发生了什么呢？好像好久没有看了。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美洲昨晚的情况。美洲昨晚呢就集体下跌，纳斯达克跌的比较多，
所以美股涨涨跌跌，最终我们看的是什么呢？我们看的是一个趋势，对不对？欧洲昨晚收盘也大多数在跌，但是跌幅没那么大。希腊跌的比较多，俄罗斯还有瑞典。亚太地区，亚太地区呢，就今天开始到现在为止呢，涨跌参半。马股小幅上升，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马股的情况。马股的今天转的还比较快，是吧？然后你看今天还比较强，我们要看一看它是几点转的。一般我们要有一个标准，是吧？有一个标准，对吧？这个时间什么时间呢？就在这儿转起来的，差不多是十点就开始转了，是吧？十点就开始转。那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的这个看盘的技巧，你看它就是在十点半就开始转了，是吧？一般十一点附近容易转，是吧？但有时候会早，有时候会晚。那你怎么看呢？你就看什么时候上黄线，然后开盘就杀跌了一波，然后呢，从十点半附近呢转啊，转到黄线上方，目前呢已经创新高了，所以今天收阳线的概率就基本很高了。后边回撤下来没有创这个没有破这个黄线它还会再起，是不是？今天呢是跌到了昨天的位置，昨天什么位置呢？不是昨天位置啊，是这个位置。为什么在这个位置比较强的支撑呢？这个点是多少呢？这个点是在1597点，这个点是比较重要的支撑点。然后他第一次到这儿的时候呢，止跌了，是吧？弹了一下，第二次现在目前又打下来，是吧？今天的最低点到多少了？今天最低点到1591，那么这边的最低点是1592，差不多这个点的位置，是不是？说明在1590点附近呢有一个强的支撑，就这个位置，是不是？如果没有破掉的还行，但是说因为它也没有能够突破前期这个阻力位，是不是？这是前期的一个阻力位，你可以这样画，也可以这样画，是吧？还可以怎么画呢？还可以这样画，画一线上来，然后你看它最近就围绕这个没有过，是吧？这种情况呢，没有创新低再往上的话，容易就过去了。但是下面必须有吵架才可以，没有吵架是比较难过的，是不是？不容易过去。下跌空间也不大，下跌空间也比较小啊，你可以画上这边的这个情况，是吧？然后这边的上升呢是一个小几浪啊，一二三四小五浪已经走完了，然后走下来，是吧？在这边出现急阳的时候呢，跟大家说了一下，急阳之后容易调整，所以说昨天没有下数据啊，对不起啊，昨天晚上没有这个下数据，忘了下数据了，我们下下数据了。简单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情况。昨天是个阴线，是吧？就相当于是一个红之星，前面收了一个十字嘛，是吧？红之星呢，我们需要注意它接下来的这个节奏。如果今天收了一个阴线呢，就是红之星成立了；如果今天收个阳线呢，就是还会继续震荡啊，没有成立。不是，昨天跌了这么多，今天有一点起来，但是今天起来的时候呢，它最好能够过这个昨天阴烛的一半，是吧？能过还比较好，过不了呢，就还是代表比较弱一下，是不是？好，关于这个马股，我们就跟大家谈这么多。那到底是谁在拉盘呢？需要来看一看这个盘面上的特征。那你在操作什么股票呢？还是盯着手套股吗？手套股真的是没有什么呀，没有突破，是吧？比如前边呢，我们对整个 healthcare 行业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定义，下礼拜一，也就是本周一的话，会容易出现调整，对不对？也是已经三连阳了，对不对？所以说也是容易出现调整。然后我们来看今天的盘面。昨天盘面比较差一点啊，大多数都实现了下跌，
跌到目前为止的上升的股票是358，下跌的是536，还是下跌的股票多一点。但是行业来看呢，下跌的股票下跌的行业又少一点。Technology 下跌，然后 Industry Products 下跌，然后 Healthcare 领跌。这样的行业是 Transportation， 然后是 Energy， 还有这个 Construction。Construction 跟 Energy 呢昨晚出现了大跌是吧，今天又反弹回来。然后目前手套股又开始领跌了，所以这种也是要注意是吧，手套股开始释放风险。但是还是以三为标准，三天下跌。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洗盘的这个界限是吧，下跌三天叫洗盘，第四天不起那就不叫洗盘了，就出货了是不是。那有人说我们第四天再卖是不是就晚了，我让你上涨三天就卖，不是下跌四天才卖，对不对？我是希望你下跌三天，第四天受阳线就买，是这个意思，可不是说让你下跌四天才卖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听课的时候要会听，是吧？比如说现在这个情况呢，你就不能按照三连阴卖出的这个方法去做了，三连阳买入的方法去做了，一买保证你中招是吧？左右中招，三连阴一卖起来。三连阳一买下去是吧，保证你是这样的节奏。不懂这种节奏呢那就很正常是吧，因为根本很多人也不会去思考到这个股市有节奏吗啊，甚至很多人连图都不看，能知道图表的重要性吗？你讲半天是吧，你过来听你也知道图表重要，但是你下定决心学习了吗？对不对？你真的要把这个学好吗？因为现在想赚钱就相当于你考试是一样的，考试要考三门科是吧，三科你考的话，考完之后每科大概考一个80分，算你优秀了是吧，差不多优秀了。但是有一门你不过关，或者说压根一无所知考个零蛋是吧，那你也不算优秀毕业生啊，其他即使你考100分也不算啊是吧，看的是平均分啊，对不对？平均分。所以说你玩股票这一关必须要过，绕不过去的，除非你不想赚钱，就这么简单。你不想赚钱就不用学技术分析是吧，你轻松了，你爱怎么着怎么着，你想赚钱就得学技术分析，对不对？逃不过去的一门课。但学技术分析在哪儿学呢？我们这的技术分析跟外面是不一样的是吧，你通过刚才给你讲解这些东西能一样吗？他给你讲理论，给你吹水，然后讲那些书本上有的，你说嘛没有的呢，实战的操作当中呢，具体怎么使用呢是吧。理论知识它有用，它是作为我们实战的这个指导是吧，但是你没有实战经验，然后你就照本宣科，然后就装说什么你信什么，那也不行是不是。所以我们既有理论的根基，又有实战的技巧，是理论结合实战，实战怎么样去指导理论是不是，改造理论。然后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healthcare 这个行业，真的要下下来呀、啊？那我们股票操作什么状态？是吧？昨天录制了那个小股60只小股的 video， 今天一看，哎呦！这些股票全反弹了，还挺有意思啊、嗯。但是反弹就能做吗？是吧？还是给你出货的这个机会，给你逃命的机会啊？你知不知道？很多人也不知道。哎呀，你看这个下载有问题啊！算了，我就先不讲了。拿动态来讲啊，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说看一看手套。昨天那个动态软件这边有一点失真，就是大幅低开之后，是吧？现在开始拉盘了是吧，那到底谁在拉盘呢？应该是这个建筑在拉盘对吧。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涨幅榜到底是哪些，0092，这就是昨天被那个操控的其中一只是吧，今天并股了。7218一直涨停，它肯定是被什么呢，被这个收购了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之前我跟你讲的规则就是涨停两天限价一天，第三天一冲高也容易进高点，知道吗？所以说很多人会问老师，这个明明没有卖点，为什么卖它呢？这叫规律，知道吗？你知道规律的话，你肯定是卖掉它嘛，对不对？
两天涨停，一天限价，第三天容易冲高，这样你要注意啊，观察。你看这些全是什么呀？全是之前哇，你看这个一块又涨了很多，今天。这是最近赚的比较 happy 的一只股票，啊，还有这个新股是吧？新股你看它从庄家进来之后呢，就一直在起。然后我们可以，这是一个新股，它是关于手套相关的一些东西，你知道吗？它是没有套了盘的。然后你跟着这个软件，你看它在这翻红是吧？上来就是大幅增仓了。但是现在有点追高了啊，现在追有点晚了。你可以用多少分钟图呢？你可以用15分钟图，等它回调变青色再变红就可以了。现在没有买点哦，没有软件的就算了啊。然后就相当于说，老师为什么没有软件就算了呀？我们也可以啊，相当于说，是吧？有驾照的，有那个练过那个什么呀，赛车的这些车手是吧？可以随便开，没问题是吧？有驾照的，没驾照的就算了，没驾照的你那么开，要不然撞了，要不然被罚了，对吧？同样你有软件，你怎么操作都可以，因为你有章法，你有考过，你有学过是吧？没有软件呢，什么都没有，那你操作就可能会失败。你也不要说我赚了钱买软件，不用赚了钱不用买软件，买软件是用来赚钱的，而不是说赚了钱要来买软件，赚了钱是要去买楼、买车、买飞机、买游艇的，不是来买软件的。如果你都会赚钱了，你也不需要买软件，听懂了没有？你都会赚钱了，买软件不是浪费吗？然后这些都有点起死回生的意思，是吧？但是呢？看似起死回生，其实怎么样？其实就是一个诱饵，再把你诱进去，然后你再套一批人，知道吗？你重点看趋势，不要看一天。你在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你要是进去的话，你就死得很惨，知道吗？你以为就是到底了，对吧？它有转换吗？没有。有人还特别喜欢这样的股票，我说你擅长捞底吗？他说不擅长。你不擅长干这件事情，你还干，那你能干好吗？就很简单的道理啊，是吧？所以很多人没有自知之明，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能干成什么，所以就乱干，瞎干，对不对？那你能干好的概率有多高啊？就很多人从来不想。你擅长什么呀？你擅长什么你就干什么呀？因为我什么也不擅长，什么上你先去学呀，先去练呀，对吧？你什么也不擅长，你干什么错什么，对不对？那你就不干是最正确的。先去练，先去学，学好了再干，是吧？刀还没磨好的，你就开始砍柴了。那这些被操控的小股呢，都有一些反弹，但是说就是反弹吧啊。好吧，我就不看了啊。我们重点还是研究这个手套。手套呢，我们前面讲的是节奏是吗？这个没什么好讲的吧，是不是？如果说你知道这个节奏的话，拜一应该卖股票，是不是？再跌一天，明天再跌一天，如果说跌了一天是吧，叫洗盘，后天再跌就不叫洗盘了，就不能再买了，是不是？然后如果明天就收阳线了，更好，代表市场转强了，是不是？然后现在有一点上来了，它有一点回上来是吧，有一点上来了，上来之后呢，你看它是不是能够转阳的话也可以，是不是？然后为什么现在它容易是出货呢？因为我们说它已经走完了几浪了，因为走完了5浪的话就容易挑一个大的嘛，是吧？你看这边挑了一个大的，然后这边呢，如果说你看30分钟图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小5浪，1、2、3、4、5是吧 ？ABC 走完之后呢，至少它要差不多又开始一波新的。但是这一波呢，庄家比例没有这波高，所以说这是你看这是1、2、3、4，这是5完了之后是 A 完了 B 会反弹一下 ，C 会更长，知道吗？你大概是注意它的节奏。昨天这个 Supermax 呢，这个结构的话跟它就有一点差别是吧，它稍微强一点，今天才开始跌，前面也运行了1、2、3、3也走完了，走完之后呢后面是4是吧，然后包括什么7、5、3是吧，你看都在它运行五浪之后，看1、2、3、4、5五浪之后就震荡了开始是吧，就可以先出来了，你看这个也是在它不创新高这个位置就要卖出它了啊，庄家比例没那么高，所以说也不行，是不是？比如像小股0163啊，是吧？0163在60分钟图里边，就是60分钟图，
第二分钟图呢就走的相对比较简单是吧，一二三四五，哎，这边解决卖掉它了。这个卖点是昨天五点出来的，如果你看三十分钟可能会更早一点。然后7803呢，7803也走了一个小五浪，然后到这儿也是差不多都一样的时间啊。目前在走大四浪啊，这是大一浪、大二浪、大三浪、大四浪，这是三浪的一二三四五，用五小浪组成，对吧？1127呢，1127相对比较强势，它这个浪形结构没有那么明显。这边你可以认为它，我们之前说呢，上穿主线为一，回踩主线为二，这是三，明显是四，是不是？这样来看啊，在日线图里边，它就始终还是比较强势的。你看它还是上升趋势，但是你要注意一个点啊，它庄家是不是继续增加？如果庄家没有继续增加，它要开始二浪回撤了。二浪回撤完了之后，如果二浪回撤不超过四天，那就很好，是吧？第四天一收阳线，三浪就开始了。我也给你们提前讲了啊，就是你怎么去确认那个二浪？二浪的调整呢，它应该要大于三天的，是吧？要大于等于三天的。如果只是两天的话，它就可能这波，哎，第一浪就会涨得很远，是吧？现在目前是调整的第二天，8103。至于说什么0188呀这些股项是吧？暂时呢就比较弱一点。然后以及那个9601呀，是吧？你看，就涨了一天就下去了，这种就不太好，跟那个0182很像，对不对？你看，那很像，这就没怎么起，它就跟那个手套股差了好多，你知道吧？还是一个反弹。六十分钟图，你看上去就没站住，是吧？就下去了。好吧，这是什么呢？这是关于这个手套股的啊，我们就给大家谈这么多。然后呢，就反弹还是反转呢？刚才给大家讲过了是吧？三天以内叫洗盘，三天以上叫出货是吧？至少你是不是应该先观察是吧？观察一下。然后另外关于这个小股的视频呢，昨天录制完成了啊，已经发出去了。发出去以后呢，有些可能看到了是吧？昨天我也在直播当中也说了比较不顺利是吧，干什么都不太顺利。所以昨天录制的时候呢，只有画面没有这个图表是吧，只有这个画面没有这个图表。所以今天呢我会再把它重新录制一下。然后呢不去说这个问题呢还不知道，一说吓一跳是吧，很多人都中招了，包括新加坡人对不对。所以被 IC 以及监管部门严查的被华人大陆操控的60家上市公司，如惊之鸟一直暴跌，本周016暴跌70%，昨天已经到80%了啊。下周该轮到哪一只了？你有没有这些股票？有这些股票怎么办？没有这些股票的能不能碰它是吧？不要碰，知道吧？你碰完之后一个炸弹，你又撼动不了，是不是？他们每一只都可能是一只定时炸弹。那有些股已经跌完了，有些股已经跌差不多了是吧？昨天在视频里也给大家讲了哪些跌差不多，哪些没跌，是吧？以及在视频里面讲了四大逃顶信号，这种最操作的股票庄家都是怎么出货的，说了四种方式啊，如果是你有听到的话就比较好是吧。所以大家还是要把这个视频 share 出去，让更多人能够学到是吧。今天我录制完了之后会重新再发一遍是吧，是有图形的啊。如果您没有拿到的话可以这个怎么样呢，没有拿到就那个跟我说一下啊，因为人数是太多了，有时候可能会漏掉对不对。记住，你朋友给你要，别给他啊，让他来找我，听到没有？你给他的话，你跟他解释不清楚，是吧？也希望就说大家去分享，然后去能够让他来找我们，找到我们之后呢，他至少后边有一个依靠，后边有一个什么呀？有一个问股票的地方。你给了他，他问你吗？你懂不懂呢？不知道，是吧？让他直接对我们比较好，是不是？能够让他来我们这个平台学习的是最好的，对他最好的帮助。有时候我们可能感觉直接给他们就完了吗？直接给他们是最好的帮助吗？这不是最好的帮助。记住，帮助人要会帮助人，知道吗？你给一个乞丐给他钱没有用，你给他找一个工作，你给他指一条路，让他能持续赚钱，这是对他最好的帮助。因为给他钱就是最好的帮助啊，不是？你能让他能够有自力更生的能力，激发他的那个自己赚钱那种能力，那是对他最大的帮助，对不对？
同样，你对于这个你身边股友的帮助呢，不是直接把我发动机给他转发出去，那个东西他不会珍惜的。你让他来过来找我们，然后我会激发他自己学习，自己那个成长，然后自己去那个为自己的股票负责，然后学习怎么在股市赚钱的这种欲望出来，好吧？好吧，大家帮忙去转发一下，尽量让更多的人呢能够去知道。那最重要的那个不是六十只股票啊，是那个四大逃顶信号，是吧？有些人还今天还问我呢，老师你为什么那个吹它就卖掉它了呢？就卖掉之后那时候也没有卖出信号啊，为什么你卖掉它呢？昨天我在视频里也解释了，是吧？我为什么我要在这儿卖掉它？而且卖掉之后第二天就暴跌，这是什么技术啊？你这种技术掌握了的话，你想逃顶还难吗？你会中招吗？不太可能，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技巧非常非常棒，是吧？庄家做盘的手法我们了如指掌。所以说如果说你还没有收到的话，跟我说一下，是吧？然后也帮忙去分享一下，分享给更多人，让更多人能够学到这个技巧。老师是愿意分享，关键是你愿不愿意分享，是吧？分享完了你不会少一个手指头，你也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只能因为你分享别人学会了会感激你，是不是？就跟我似的，很多会员感激我，对吧？施与总比受要好很多，是吧？你老接受别人给你的东西那是亏欠别人的，是吧？你如果说施与，当然施与的话不是不要求回报的，不求回报的施与才是真正的施与，不要求他到底有什么回报，没有，是吧？大家去帮忙分享，然后呢纯功德心，没有任何回报的一种分享是最好的，好吧？让这个股市没有亏损，让股市所有人，对吧，减少亏损，然后在未来能够避免这种雷区，避免这个踩雷，是不是？这就是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对不对？好吧，这个来整一整股票。这为什么看不到那个评论呢？哦，在这儿呢，他跑这儿来呢。分享啊，分享完之后成为分享者就可以优先整股了。啊，今天好像没有人啊，有一个问啊，这个 D6 力啊，问的0005，那0005呢，他的这个情况。哇，今天还在涨啊，不知道什么情况。嗯，涨三天之后要注意，是吧？它前面你看就是，你看它的节奏啊，你看准它的节奏了吗？它就是3 3 2 3 2 3，你看不是三天就是两天吗？对不对？那你要看三天以后你是不是要注意一下呀？短线是不是先要出来一下，对不对？然后呢，跌的时候，这个是四天。三天，一天，这个一天以内的下跌是不用害怕，即使暴跌也不需要害怕，对不对？所以说这是很多人解决不了的问题。然后以及在后边两天跌的是急阴的时候也不需要害怕，如果后边两天跌的不是急阴，就是四天的话也需要注意的。那你看这个第三天的跌的是这样的啊，就还可以，是不是？跌幅收窄了，对吧？然后这个是目前应该是最好的一只股票了。然后这个三浪走势也相当的标准，是吧？非常的漂亮，这是我擅长的一种，所以这种股票我就一定是不能错过的啊，一定是要做到的。其他的看着不漂亮的，爱做不做，爱谁做谁做，是吧？我是不做。有些股票是不能放过的，一遇到必然要做的；有些股票是可做可不做的；有些股票是坚决不能做的。你都不知道这三种情况，你就乱做。你万一碰到一只不能做的股票，就是这个社会上总有你惹不起的人，知道吗？你记住啊，总有你惹不起的人，你惹的话你就一辈子就完了，对不对？有些人你没有问题，有些人你惹不起的，你惹完了之后一辈子就完了。同样股票也一样，有些股票是不能碰的，你碰完就完了，一辈子就完了。那你知道哪些股票不能碰吗？哪些股票不能放过吗？哪些股票可做可不做吗？你怎么去决策这件事情呢？是吧？那如果说你没有这些东西，你哪来的稳定获利啊？你哪来的持续稳定获利啊？对吧？怎么可能啊？谈不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你要有戒律，不是什么股都做啊，是股票都做，
是吧？看谁群里面谈一个股票都兴奋，你这种状态，那就是这种状态啊，这种思维，这种状态就是亏钱的思维，亏钱的状态，亏钱一定会找上你的。昨天我在视频里问了大家三个问题，第一个，你怎么就找到了这样的股票？第二个，这样的股票怎么就找上你了？第三个，炒股要靠什么？是吧？有人经常会抱怨，哎呦，我妈怎么会生病呢？癌症怎么会那个找上我呢？为什么是我 ？Why is me？ 对吧？那你再回想一天之前你做了什么东西啊？有什么不良的生活习惯呀？对吧？一切都是有因果关系的，不是那个别人给你的，那就是一天天走出来的路是自己走出来的。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自己要回去反思，看看自己走错了什么东西，是不是？过多的我就不说了，希望我们能够在不断反思当中成长，而不是反思自己啊，不是反思别人，反思别人是没有用的，你要反思你自己。再看一个3239WB。它呢有一点止跌的意思，刚好是到了这个小平台，是吧？这种上涨呢，你看看吧，它现在就有一点走强，如果今天还能够上来，是吧？它还没有过这个平台啊，前面走了一个1234，然后这是 A， 是不是？庄家也没有大幅增仓，所以只有庄家明显增仓才比较好的，这个暂时就是一个反弹。5072趋势好吗？5072说实在的没有趋势，你看，就是之前你在这问的时候就告诉你们了吗？前又上来一次是吧？就是你看啊，你在这浪费多少时间？涨了赚钱没跑跌下来，涨了赚钱没跑又跌下来，你看你浪费了多少时间？我只参与上升趋势，下跌趋势不参与，你的赚钱效率才那么高。上涨你也参与，下跌你也参与，你的效率从何而来呀？是不是？而且这个股票这么烂。他没怎么让你为什么要老要问这只股票啊？没什么看头啊？那看他干嘛？对不对？这就是个问题吧？有人买了一只收着没赚钱，那就换呀。他当然已经走完了，你没看见吗？这一二三这个主要赚钱的阶段已经走完了，你没看见吗？你还在里面，你要干什么呀？对不对？但是这个很多时候你是不懂的，你不懂的话那就算了，对不对？你不想懂。你想懂的话，你就过来学呗，很简单的道理，是不是？这个东西还需要别人天天督促你吗？赚钱是自己的事情吗？对吧？我也不赚你的钱，你也不赚我的钱，赚钱是自己的事情，你不赚钱也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你赚钱也不给我，是不是？我在给你教这些东西，你愿意学就学，不愿意学也没有关系，是吧？不强求。但关键是我们来这股票市场来做什么的？想来赚钱的，赚到钱了没有？赚到钱还好，没赚到钱，为什么没赚到钱？怎么能赚到钱？自己想这个问题啊。好吧，更多的我就不再说了，请大家还是点赞转发，好吧，能够让更多人能够反思自我，然后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怎么去找到这个出路，是不是？其实我方法已经给你了，走不走，你自己说了算，是不是？想要走好，是吧？要有股票知识，要有软件。所以想要用这个软件的话，可以直接来找我，是吧？在怎样的市场当中，无论怎样的市场状况，我们都是可以找到好股票的。啊，我们找那005还是在起着的，是吧？前一段时间找的那些房地产股票也赚了很多钱，是吧？如果说你就只能在牛市好的时候你能赚点钱，现在你赚不了钱了，那说明这个能力是有欠缺的，是不是？那怎么能够让自己的能力不欠缺呢？就是你要适应在这种市场当中去抓牛股的这种方法已经变了。必须要有软件了，必须要有方法了，必须要看图了。所以如果说你还没有认识到这个趋势的转变，是吧？像逐渐的被淘汰，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发生变化，你还按照之前的节奏去走肯定是不行的，是不是？好吧，祝愿每个人呢都能够认识到自我，是吧？认识自我，知道自己的能力的这个局限，能力的边界，然后根据自己的能力去做自己能干的事情，而不是自己想干的事情，喜欢干的事情。你能干什么，是吧？跟你喜欢干什么完全是两码事。你能干的事你就去干，干不了的事就不要干，交给别人去做，对不对？什么股票你能操作得了啊，是吧？
你使个什么样类型？你是擅长抄底呢，还是擅长那个追高呢？是擅长逃顶呢，还是擅长选牛股呢？这些东西你擅长吗？不擅长怎么办呢？你先把它变得擅长，然后再去做就可以了。其他的，是吧？什么也不会的，你停止交易就是最正确的动作，停止交易去学习，不是？好吧，谢谢大家，我们那明天见。然后明天呢是有这个正常的这个公开课，是吧？公开课也要去听，比如说刚才我们一开始放的那一段就属于公开课的内容，它也非常有价值，是不是？你听完了之后，那你不就知道本周一这个手套股要跌了吗？你不应该躲开这一灾难吗？是不是？好吧，想要报名明天晚上课程的，就发送你的全名啊，加上这个周三课程到这个011115143。同样，如果你想要这个小股，今天录制完那个有图的小股的这个六只小股的这些评论啊，以及它哪些是见底了，哪些没有见底，哪些要即将暴跌，哪些正在暴跌，哪些暴跌结束了，那么以及其他的还没有被查出来哪些小股可能是未来潜在的这种被操纵的小股，是吧？然后最主要的是里边包括四大逃顶技巧，而且是提早知道，不是过后知道的，都是先行技术，好吧？这是最最最值钱的，好吧？如果你想要的话，就编辑这个你的全名加60只小股为由，然后发送到，同样是发送到这个011115143，好吧？记住，你没有报名我是不给你发的啊，会员也一样，你不报名我就不发。现在是因需而行，我知道了这些东西，花了很多精力，很多心血，我给你发过去你不看是吧？浪费，对不对？浪费你的手机空间，浪费我的那个什么呀时间。你如果不报名，我就是不给你发，听到没有？现在是因需而去做，你们有什么需要可以提出来，你说我要想要学什么东西是吧？我感觉这个东西很普遍，我就录一个 video，是这样的，目前是这样的一种逻辑，好吧？因市场需要而去录制视频，否则我做出来的东西不一定是你们想要的，是不是？好吧，赶紧去转发吧，赶紧去报名吧。